又有了，哦，整个连发啊，各位。Hello， 我是本周的值日生查米。那今天呢，趁着蜜月期间，然后偷跑一下，对，希望不要被发现，还在车上休息，对。那就来到了台南这边的迎新湖，那可以看到后面是他们的地标。那等一下的时间呢，就会来个快速绕一圈 ，OK， 来 go。OK， 那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呢，就是算他们南科的一个很大的地标，又叫做黄丝带。对，有一个就是南风再起的概念，网络上查就有了。那等一下的时候，我就会先沿着湖边，然后走一圈。那沿着湖边的时候，我看到湖边也都是有人在钓，快闪的概念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我就边走边钓，那可能就是没有像之前一样介绍跟概念。OK， 好，那一开始我们就照惯利用阿金虫来扫，便宜好用。高效率啊！那装备呢？我就放以下的资讯栏。是哦，哇哦，需要一只哦，哇 ，nice fish。那这边风尾就会有一些浮游生物，所以鱼躲在这边的几率会比较高。那这边正面迎风嘛，那我用侧炮来减少一些风阻，相对会比较好一点。有了，哇，哇，水啊，哇。小雪妖，大鱼吧？奇怪了，难道我是取妖命吗？到哪都是取妖啊！结果发现鱼都是在摇脚边啊，其实也不用丢太远，那正面抛就可以了。又有了，哦，哇，取妖啊，真的，这边取妖很多，体型就是不错，跟台北比。舒服啊，各位。又有了，哦，整个连发啊，各位。哦，这是同一只啊，这是同一只啊。这边咬了一下，通常我都是慢慢的平收，刚的感觉，Thank you.
比较像我停下来一瞬间咬。那这样我就改用跳底的方式抄干吧。不同的吃饵方式应该是不同的鱼种。哟、哦！哦，突然爆了！呜呼！猪排！哦，好久没有看到猪排了，好可爱的猪排哦！钓鱼吧，猪排！它直接在前面整个咬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结果是一只乌龟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嘞。现在走半圈了，银杏湖真的很大，时间有限，所以下半圈我就针对我认为的标点去试试看。哎呦！这边的曲腰都很良心，不是我在讲，这应该有30多吧，钓鱼吧，很棒很棒。都是良心的，在台北南部感觉南部的曲腰平均都偏蛮大的。拜拜。OK， 哇，还是曲腰，这边就是满满的曲腰，钓到爽，钓到开心。这边应该就是我的最后一个点，上半场花的时间太多了，现在希望来一只下课鱼啊。哦哟，
哇，北风北，一只曲腰。哇，一个北风北的概念啊。现在已经我们这样子掉了差不多2小时19分，曲腰还是以曲腰为多。对，那今天就是一个快闪，那有珍珠石斑应该还是有很多，然后也看到蛮多在钓路亚的朋友，对，是有都在桥那边。那今天就是快速扫一圈 ，OK， 那影片到这边啦，拜。